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八月十七公司第一台下播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新闻台四来看，国内今仔增加24669例本土病例，有33人死亡，47个中重症，有2例是囡仔密室死案例，疫情又搁要压起来咯，专家呼吁大家要赶紧去注疫苗。这礼拜五，阁有一批 BNT 幼囡仔疫苗会送来台湾，按算后礼拜来开始会当开始注。咱来听指挥中心下晡上届新的说明。本土病例有24669例，另外境外入有204例，那死亡个案是有33个。在儿少的重症个案部分，今天是有新增2个密室吸的小朋友的个案，分别是1岁跟3岁的男童。而我们累计的这个密室吸的个案，到今天儿童的部分刚好累计到100例。幼儿 BNT 的部分是预计是8月19号会到，就是这礼拜五会到。那么预计的这个风险检验的时间是7天，所以应该是下周的周末可以开打，这样是不是有一两天的落差，那或者是有周末落差，那这个要看我们风险速度可不可以再缩短一点，那如果落在周日、周六、周日的时候，就还有一些这个配送的相关问题，不过我们都会尽快的去处理。再来看家人的中家病医，针对93个确诊住院的中重症病人，以中西医共济来治疗，发现讲透过中西医合并治疗，死亡率只有1.5%。唔呐，用清冠一号中药，清气复方对抗病毒嘛是有帮助。今年5月新冠本土疫情大爆发，家人市上济，市民确诊率21%是全国第一。家人中共病医研究团队针对5月到7月收治93个确诊住院病人做研究，其中29位是中西医整合治疗对照组，64位是以西医常规治疗。结果发现，接受中西医治疗病人组死亡率只有15%，治愈率高达84%，对照组死亡率40%，宽恕率60%。而且不止清冠一号中药黄芪复方外 Q 换亚型铁管抗病毒能力。黄芪它有补气的效果，那是不是它就可以弥补掉这一些清热解毒药的一些不良反应？甚至黄芪这个药本身有很好的免疫调节作用。因为根据健保署的统计，今年顶半年确诊半年来就业人超过451万人次，主要是以呼吸道症状为主。有专家推估，国内至少500万人出现长新冠。最常见的症状是咳嗽了。比较久咳，那当然，除了咳嗽之外，我们常见这样的症状，有包括胸闷，会喘，走路会喘，还有心悸。医生表示，长新冠表现是真侪种方式，那入去3个月了后出现症状，继续2个月以上，而且无法度用其他疾病诊断，等于看作是长新冠。建议好的人应到病院整合医疗门诊看医生，来减缓长新冠病危。记者综合报道。早起10点外，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病院发生枪案，歹徒向一个查甫人开2枪就逃走，急救嘛救无回来，已经宣告死亡。警方封锁现场，各个抓人。高医的耳鼻喉科早起10点外有真侪病人等要看病，高雄有一个查甫人提枪冲入来，对一个查甫人开2枪就逃走，被害人的头部阁胸砍着枪。病院赶紧急救，也毋过已经宣告死亡，现场嘛已经封锁，警察嘛在抓人。再来看，家人欠水哦，主要的新山水库的水量已经剩无到一半，因为减压供水一挂地势较悬的所在已经停水几日工了。水利署是表示，已经成立北区应变小组，要来调度用水。今仔开始停水状况嘛已经改善，未来嘛看天气来进行人工净化。新山水库水位持续降低，水库的范围内未少土石系统化现象，这是这几年来真罕见的现象。在地民众嘛真烦恼，那个无落雨，就真正要无水通用啊。剩差不多10外天、20天安尼啊，无落雨你嘛无遗憾啊。根据水利署的监测，新山水库的欠水率已经剩无50%，水情确实有较严。目前已经成立北区应变小组来调配水资源，最近会伫当地进行人工净化。不过，要是爱看天气的情形。那我们预估大概18号会有一波，那23号可能也会有一波。那个这部分，我们都会来做人工增雨哈，这个最及时雨哈，希望能够增加降雨。今年以来，台湾拢也未发布洪台警报。气象局分析，这个时间确实有明显较晚，
主要是受到反性应的现象影响。西北太平洋高压增强，地处热带扰动的发电有限，目前敢来当靠轨道的雷公号来增加欠水量。其实预估在本周是不太有机会有热带扰动发展起来，那到了下周的话，就要注意可能在菲律宾东方海面还会有一个低压逐渐的生成。不过它的一个强度会不会增强到台风，还有它的路径会不会比较接近台湾，这部分呢可能都还是要持续去做观察的。受到雨少、日头光明的影响，宜兰东山乡种地树丛也出现农损，因为宜兰七月份降雨量刚有11米，新种的枝叶嘛焦拢黏黏去。管护勘灾小组勘灾损害率是29%，已经达到救助的条件，会向保农委会来建议办理救助。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际金融机构拢预测讲，今年下半年跟明年全球经济成长拢会衰退。彭博社指出讲，半导体产业也是最近10年来上严重的衰退。学者嘛分析讲，未来2年需求减少，厂商受库调整库存的压力。也毋过长期来看，半导体需求阁真大，近期应该无遐尼悲观。17日台股早盘出现多空交战，指数升悬后加，上悬来到15475点，然后阁落落来，来到15390点，小可落30点。最近半导体利空冲击，彭博社报道讲，半导体的产业恐惊陷入最近10年上较严重的末期。半导体概念股台积电、联电盘中的股价拄碰到修正，落差不多0.19%到0.58%。从2023到2024年，未来的这两年将会面临到的，不管是在需求面呢，还是会显得稍微比较疲弱一些。似乎半导体也不至于会陷入到长达这个10年这样的一个调整期哦。电子股产业的影响，唔那是顶端的半导体、笔电大厂，最近受到中国官运甲限电的影响，冲击嘛真大。四川省伫个15家广告讲工业用电好，三线停工到20，嘛阁传出讲苏州嘛有限电的措施。中国财经媒体财联社报道讲，部分苏州的制造业，包含南京鑫鸟电子，部分三线实施轮流停止运转。四川苏州拢有台湾 NB 大厂的生产基地，伫个短期供货恐惊会受到影响。那如果说限电的话，可能就会造成这个停工或者是轮流生产一些零组件的一个库存又延缓这个时间。NB 概念股估计受到中国限电的影响，讲达盘中落0.64%，人保落0.22%。微创股价嘛受到影响，落0.35%。中国官运限电的时程暂停5天，不如果官运刷落去的现象，无排除会继续限电，到时唔那影响到 NB 厂的出货，相关的电子供应恐惊嘛受到牵连，影响到第三季，甚至到后半年的财报。记者综合报道。新竹局在彰化抓到一个人口买卖集团，因看广告讲起柬埔寨工作一个月至少有10万块的薪水哦。昨昏警方抓到要带被害人去办护照的嫌犯，今仔嘛阁传出讲有家属因为诈骗去报案，说予警方洗面，警方嘛出面回击嘞。人口走私集团的主嫌带护照打假办好事的受害者，拄行出来外交领事局都去用掌着。刑事局等单位清查人口买卖案件的时阵，查到甲柬埔寨不法集团交接的人口走私集团，因伫个人面册或者是 Instagram 打广告，用一个月10万块的薪水，甲受害者拐去柬埔寨等等的国家做电脑文书或者是跋筊机房等工作。专案小组16抓到4个人口走私集团的成员。每周末安排一名国人出境到柬埔寨，即可获取10万元的报酬，自泰国则领取12000至16000元不等的报酬。分工细密，迄今已安排数十名国人出境。检警初步清查，这个集团已经安排每50个两国的民众出境，也搁伫个嫌犯引导查扣未少受害者，伫个出境之前拿破因的钱的收据，也搁有记录20个受害者出境的资料。根据警政署的统计，今年3月到达，全台湾已经受理344件人口买卖诈欺，其中以屏东41件占上座，过来是高雄35件，新北有34件。而且又传出有家属报警察的时阵去用洗面，我已经警局跟他说明，他就跟我说：“啊，你妹妹就是出去赚钱赚太爽，不想回来了。”阿兄因为怀疑因小妹伫个柬埔寨可能受到虐待或者是吞打，规个人是心狂火燎，
也搁爱面对警方家口舌造成二处的伤害。针对这点，屏东警方嘛出面家回击的，欠缺警觉性及同理心，于过程中有言语不当情势，自报案人认为招辱，此部分本分局查证属实，已从严加重记过一次处分。防诈骗的案件愈来愈多，外交部警政署甲移民署已经成立下国救援的机制，嘛搁一届提醒民众要较买册咧，唔通相信外国迄种食好做勤课，北底啊搁会当赚爸爸的工课，遮真侪拢是骗人的。记者综合报道。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今仔在针对大巨蛋来表示的态度，伊强调讲要保证安全、体育优先，甲公布档案哦。现任的副市长黄珊珊是讲这个代志，目前市政府拢已经做够了。黄珊珊阁继续批评赖进步，针对防火避难的检查是故意的拖时间。赖进步嘛回应强调讲，是因为万雄的做法无合国家标准。哎，等到什么时阵才当地的大巨蛋来拍棒球？是球迷问了二十多年的问题嘛？是这届台北市长选举的重要议题。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长的陈时中为出来竞记者会宣誓三项态度：第一，就是保证安全，确保防火、避难、啊个排烟等等的防灾安全，啊个加紧交通疏散的速度；第二是体育优先；第三是公开透明公布历史的档案。媒体嘛关心敢有时间表。因为这里面还在审议中，所以要恐怕等到内政部这次的一个相关的审议下来之后，我们比较能够掌握这相关的时间点。我们都希望能够尽快了，如果在这次的柯师傅这边能够在这一段给他通过了，我们当然乐观其成。那如果没有通过，我们将来会加快脚步。不过，被用波东籍参选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表示，市府都是为了安全，所以要求远雄停工，并且大巨蛋现场都是一个棒球场。另外，相关的档案也已经公布伫咧市府的网站。安全把关绝对是台北市政府，不然我们不需要停工五年。台北市政府送这个审查已经一年多了，如果内政部有认真审查，他不需要审到一年多。所以我们是把关，他们是卡关。所以重点在于说，如果有问题，一年多来你说了什么？黄珊珊也批评赖清德针对大巨蛋的防火避难信任变更审查是伫拖沙。赖清德回应表示，今麦晚上的设计，这大巨蛋是采取自然的排烟，并无设定这自动排烟的设备。上述是要求晚上来提报相关的贴士实验计划，不晚上一直无来提出符合着国家标准的方法。没有排烟设备，而要用自然排烟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能不能符合公安的标准？大家一起监督，而不是把这样的议题政治化，甚至打成口水战，甚至涉及到放水。台北市政府跟赖清德有无同的看法？随着年底选举愈来愈热络，大巨蛋未来变哪成效，也有寡济讨论。记者张志勇、陈柏如、吴亚波、吴其昌台北报道。民进党桃园市长的选战在林志坚退选，民进党暗算在下晡的中执会正式定调民进党立委陈文平来参选桃园市长。陈文平在早起嘛提出了刚政策，民进党的参选人赖湘林嘛发表一对桃园族群语言发展的看法。今朝桃园市长选战第五天，民进党参选人陈文平十七到桃园市职业总工会讲到桃园这几年经济成长真紧，人口成长也是台湾第一，佮提出伊个劳工政策，要建立伫个陈文灿市长打好的基础之上，做佫较细致的政策。郑文灿市长八年，那都已经有这么好的基础，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然后扩大服务，我相信这样的劳工朋友跟工会朋友才会有信任感。民众党桃园市长参选人赖湘林是特别选择农历七月二十对客家人以及重大祭品节，佮推族群政策。伊表示，过去努力推动客家五件发展法，也讲到每年一趴客家话流失，四十年后台湾的客家话都会无去。这个危机袂用只靠立法，地方政府有责任承做。母语的流失里面，特别客语流失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我会在这个桃园市府教育局呢优先来开缺专任的这个客语师资的这个聘用。赖湘林也讲到，桃园作为全台客家族群人口数第一的县市，也是贯穿原住民甲新住民文化并存的多元文化都市，应该打造多元族群的文化共融感。林志坚的论文抄袭事件对民进党桃园市长选情造成重大冲击，改正调立委陈文平参选了后传出指挥成功，中执会按算下晡正式定调立委陈文平参选桃园市长。记者综合报道。
国军后个月要进行联用操演哦，陆军航特部今仔早起出动目镜蛇直升机，伫屏东的玻璃山来进行空中武器的射击。针对中国利用军演模拟封锁台湾本岛，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是呼吁政府针对物资、航线、各人员要提出备案。目镜蛇直升机发射火箭弹，也佮有自控机炮。国军十七持续伫屏东玻璃山做空中武器射击，因为陆军航特部会参加后个月举行的联用操演，出动各种的直升机，用火力协助地面部队。现场有高中生特别传摄影机，要甲直升机训练的过程翕起来。就很震撼，第一次来看。那礼拜嘛，拜甲拜五拢伫军演，即阵是搁加阿帕奇乌老较侪啦。两方的情势紧张，中国用军演的名义演练封锁台湾本岛。政府敢有准备好势来影响军演可能常态化，引起大家的关注。尤其台海是全世界上界加压的航道之一，若是去予中国封锁，恐惊会引起全球原物料大起。台湾有98%的能源拢靠进口，原油库存量敢若有四个月，到时恐惊会面临无够用的风险。那煤的部分我们是存到30天，那油的部分我们来自14国，包括中东、包括美洲，还有西非哈，通过不同的区域来源哈，可以分散风险。联管局表示，按算117年会把天然气的库存量增加到14天，粮食库存的部分，农委会指出，目前台湾的库存有120万吨，会当供应国内吃12个月。若中国相连续禁止进口咱台湾的农产品，影响渔民甲农民的生活。农委会会把农产品转销去美国、日本和欧盟的高价市场，来减少靠销去中国的程度。整个农产品的贸易来讲，在对中国的所占的比例，也由原来108年的23%，那降到去年已经19%多。民众党立委柯兴元指出，这届军演影响海峡和空域的交通，国际航班基座是减真多。呼吁民航局要把航线管控好势。针对这点，民航局表示，已经有提早规划代替路线，闪开临时危险区，也有24点钟监控海峡和空域动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美国八月初，因为中国对台湾军演，然后就是弹道飞弹的试射。昨午，美国空军宣布讲已经完成试射了。外界是认为美军的做法是为着要吓惊中国和俄罗斯啊。俄罗斯总统普京也批评佩洛西访问台湾是会使人无尊重其他国家的主权。美国军方16日为加州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一粒义勇兵三型洲际弹道飞弹。这场例行性试射，之前因为佩洛西访问台湾，中国对台军演情势紧张，然后即马顺利发射，翻过太平洋成功拍到马绍尔群岛的目标区。美国空军表示，试射洲际弹道飞弹因确保武器系统的准确和可靠，佮提供宝贵数据，同时为美国和盟国在太平洋区域维持必要的镇压的能力。所以，美国它在这种长程的洲际飞弹，还有是美国陆军可能研发的中程弹道飞弹，未来都会持续的增加，以核组来这种就是抵制中共跟俄国的这种核打击能力的威胁。美方虽然强调这摆试射无针对任何特定的全球事件，但过因为义勇兵三型有核能力，家庭延到印太地区。外界分析，针对中俄等现加合作能力意味真高。最近美国甲中俄紧张局势升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莫斯科国际安全会议顶端，不止批评美国在涉犯拖延乌克兰冲突，佮讲到佩洛西访问台湾是有无倡导。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авантюра в отношении Тайваня – это не просто поездка отдельного без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политика, а часть целенаправленной, сознательн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США по де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и хаотизации обстановки в регионе и мире. Наглая демонстрация неуважения к суверенитету других стран и к своим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м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ам.普京认为这是美国无尊重其他国家主权的表现，因为即马西方国家在设法找出类似北约的体系扩展到亚太地区。俄罗斯进前都不因为佩洛西访问台湾为中国发声，按过根据克里姆林宫的讲法，普京最近无因为这代志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所接触。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一个最新的消息，今天早起在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病院断死一个人的嫌犯，在刚才在台南的安平已经抓到人了，也抓到去高雄来侦讯。来看台中有一个查某人出面指控讲，二十多年前，伊在读高中的时阵，当时的导师对伊卡来手来，即马这导师已经正做是校长，所以嘛已经超过法律的追溯期，也毋过伊向台中市的性平委员会检举，望讲予大众来了解真相。教育局嘛表示会来调查。伊小姐甲林本教基金会做为开记者会出面控诉，早伫1997年伫台中某一间国中读册时，报当当时的导师关涉性侵，超大持续几啊年遐尼久。是利用假日单独补救教学的理由，迫使我跟他在班级教室、保健室、校史室、电脑教室，甚至是班级出游的旅馆，或者是他的车上发生猥亵或是性关系，并且威胁我不得分手或公开这件事，否则将会对我进行报复。伊小姐表示，当年也无性别平等教法，拄着关涉性侵，也毋敢公开，一直到家己嘛出社会，才做一个教育工作者，搁做学校性别事件调查人员，才理解到家己需要站出来发声。也若予暗下教师是表示，伊小姐毕业了后已经二十几年拢无联络，所向向讲今年四月向台中市性平委员会指控，而且伫咧调查未有结果之前，就对外攻击，影响到个人的名誉，无排除要追究。他如果任何指控已经循教育局的调查程序正式的做调查，那么为什么在调查程序都没有结束，他就直接对外放话呢？他对于我的个人的名誉有所这个损毁损的话，我跟律师研究，我还要事后我还要追究呢。本案依照程序召开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决议受理此案，并且筹组调查小组进行调查作业，教育局会严加调查此案，后续将依法按照调查结果的事实来认定。林本教基金会表示，这样已经过二十年，超过刑法的追究期，希望市府会当扩大行政调查，还有其他的受害者站出来发声。教育局表示，若调查实施，会按照性别平等教育法和教师法相关的规定来严办。记者全报道。最近天气真热，一挂蛤蟆石斑等鱼产品无注意就会起死。婚姻动植物防疫所甲屏东科技大学合作，伫婚姻的麦寮、四湖、够大溪，免费来提供水质检验，嘛来倒沙降鱼苗解决问题。来到生活行动诊疗室，用是好将打好起来蛤蟆送来检查。最近因为天气热，有真侪鱼产，包括蛤蟆、石斑等等的水底动物死亡的风险会较悬。森林防疫所今年头一届甲屏科大合作，逐个月安排到麦寮、四湖、甲大溪，总共三届的免费诊疗。啊，这经营了一收啊，搁做地位盘啊，过到去了哩啊！哎，啊，这两天做一拢浮起来。今年特别严重，而且止不住。所以说，赶快来找原因。看原找原因，因为目前就是自己养殖都没有遇过这种问题。有些问题一直没法解决，你就必须要去又回归到科学的角度，啊，利用这些科学哦，我们的兽医的专业啊，去帮忙发现问题到底在哪里啊。这当然需要靠的一些专业诊断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设备。防疫所表示，养殖户来到这，会先透过了解养殖过程、检验水质、甲检查动物的身体状况，落尾报告出来了后，再个建议养殖户管理的办法。巡回几场了后，发现森林馆内送上侪件蛤蟆来检查。防疫所嘛希望透过诊疗服务，帮助养殖户应对天然灾害。屏科大合作之后，会导入许多相关管理的一个概念，当然还包含用药、药物残留等等，我会把这些最新最正确的一个讯息传递给养殖的业者。防疫所表示，除了行动诊疗，也开放每礼拜一、拜三、拜五下晡，予渔民来有约去养殖场视察，透过现场采验，了解水池啊内底细菌甲上数量等等，来协助渔民定期追踪，希望用遮侪种无共款的方法，减少养殖户损失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伫五十年前，因为电影《教父》得到影帝马龙·白兰度哦，因为认为大会无尊重原住民，所以拒绝领奖。即原住民的影车小羽毛穿印第安族的服装来帮伊领奖，也毋过伫现场嘛受到真无礼貌的对待。主办台湾影艺学院最近是发出声明，为这段历史来道歉。今年嘛已经75岁，小羽毛是表示讲真欢喜看到好莱坞的改变。Marlon Brando in The Godfather.
1973年，金熊奖影帝马龙白兰度无出现，亚洲台是穿印第安服装的原住民女星小乌毛。伊无领颁奖人罗杰摩尔和伊的奖座，佮透过感言，水平家己代表马龙白兰度出席典礼。That he very regretfully cannot accept this very generous award, and the reasons for this being are the treatment of American Indians today.By the film industry, excuse me,现场拢是嘘声甲破声。小五毛顺利讲完马龙白兰度的感言，就是这段历史，和影剧学院在50年后公开用书面回释的，承认当年典礼不当对待小五毛。这代志在迄个时阵引起真大风波，马龙白兰度旧领影帝奖座，阁写长批控诉好莱坞不当对待原住民，也抗议同一年发生伫南达科他州警察枪杀示威的印第安人事件。有媒体质疑小乌毛并无印第安族血统，是为扮兵上台。有人认为伊甲马龙白兰度无正常的男女关系。小乌毛在2020年透过 BBC 公开否认这个讲法，影剧学院发表公开的回释的批，也算弥补当年的错误。2011年，影剧学院成立电影博物馆，过去好莱坞存在族裔甲性别的歧视现象，拢成做资料。小乌毛的颁奖事件也伫其中。未来也会办讲座，邀请小毛讲迄一年的典礼事件。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今年世界杯卡球赛11月20日会伫卡达比赛，到时阵会有来自世界各地超过150万的观众来看球。主办单位伫8座的球场设上万的高位置的监视器哦，为了维持治安，确保安全。世界杯卡球开始踢，伫体育场内底就要较安分，因为采伫各方位的监视器，当咧掌握大家的行踪。You can see different tiles of the cameras, and you can also see the ball area in some of the stadiums. 今年世界杯卡球赛的8座体育场已经安置15000支的摄影镜头，这些监控的画面会随时甲收录伫个阿斯拜尔指挥监控中心内底。伫个遮有连接所有的警报器、感应器、监视器，防范恐怖攻击、天然灾害，也佮有卡球路盘，会使讲是做甲正点点。The state security agencies have a venue operations center physically in the stadium. They also have the national command center, and our command center actually works in coordination with both places. So we have a constant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three centers based on the type and nature of the incident. We provide them with information and data to support the decision making. 这是世足头一遍伫个中东国家举办。大会估计讲，到时会有对全球100多万的球迷来造访，已经列作是卡球路盘的名单，是袂当入去到球场内底。3000多个土耳其的警察到时卖投入强化维安，32个参赛国卖家己派员警，甲家己球迷一举一动拢甲真条条。You have the visibility, eyes and ears, and situational awareness of multiple stadiums at the same time. 国际卡总顶礼拜宣布讲，开幕前的对原定的11月21日。提早一天到20开始踢，这是予地主队卡达迎战厄瓜多，这是单独进行的一场比赛。理由是讲要延续予地主队，也是讲为免队伫个开幕前登场的传统。国际卡总强调，这是经过赛事甲英文影响的评估，含地主队还佮相关人士超测了后所做的决定。根据原来赛程，21这天的第一场比赛是 A 组，塞内加尔甲荷兰，卡达厄瓜多之前虽然是本届世足正式开幕战，不过安排伫个后壁，卡达对这款的赛程安排感觉真失望，因为已经伫开幕典礼落重金。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过来看克里米亚，昨有几啊位的军事基地传出爆炸，北部一个抗军火的仓库附近3000个民众先撤离，中部一个军事基地嘛呛出乌烟哦。俄罗斯也是谴责乌克兰调工破坏，搁唔承认。克里米亚北部小镇赞科伊发生爆炸，一个变电所甲一个弹药库都火烧起来。俄罗斯国防部讲是有人故意破坏。
разбросаны снаряды. К сожалению, то есть как бы так или иначе, поэтому будет работа и для саперов. Поэтому сейчас ожидаем прекращения в данном случае детонирования боеприпасов. Вот вы слышите, опять очередной подрыв идет. 东桥已经将爆炸周边各工地反馈封锁，铁路运输等区改派大巴驶接行动地所三十八线。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克里米亚东部另外一个军事基地附近也不出乌烟。 乌克兰对黑利波扎事件无承认，也无否认。那克里米亚半岛发生任何破坏，俄罗斯控制克里米亚半岛等区各级战略攻击，或者是前期核弹使用有击方式攻击成功。最近的黑利波扎还表示，俄派半年战争已经出现行动派，顶礼拜三基地段有可能再会进行，克里米亚半岛看起来还算安全。在俄亥克里米亚半岛。 原来是乌克兰的，伊从一四年和俄罗斯兼并，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甲布料长，伊尔马克伫社交媒体大文对克里米亚半岛挥棍说话真欢喜。波多利亚克了后，向英国《卫报》讲，乌克兰战略是摧毁俄罗斯的后勤补给线，断油库甲其他军事设施，和伊家己乱。 俄罗斯国防部有七未来两三个月同款的时间，依然会发生。波多利亚克也完全同意，公司新闻恩恩明白。过来消息，咱来看台东美丽湾度假村开发案已经争议十六档了。2020年哦，法院是判讲台东县政府爱开16亿外，把所有权拢卖回去。有监察委员调查认为，讲台东县政府失职，造成业者唔免负担违约的责任哦，所以提案纠正台东县政府。 台东美丽湾度假村开发案争议超过16年，调查结果伫个昨年出来。台东县政府以6.29亿买回建物，经过港汇高雄城、陈秋锦、赵永清调查，发现台东县府滥用 BOT 协调机制，让业者免除契约责任，规避宽评，过度开发等争议。不可抗力跟除外情势，它并没有区分交代，因为它到底是不可抗力还是除外情势，其实是要厘清楚的。 好，那最后仲裁判断是用不可抗力的这个条款。更为基础这案件经过司法院长、台东县政府的协调委员会，调查结果出来了后，并不在公益原则提出异议抗辩，明显滥用裁量权，有重大违宪。打假球，明明是相对的双方，结果是相互的在配合演出呢。包括你看他这个指派的这个协调委员。 然后是县长当作主持人。另外，针对台东县政府对协调委员会调查案相关管情调查，迄个会议机密文件，更会积极违反公开透明原则。要求财政部检讨相关规定。另外，请法务部依法侦办相关人员是毋是有牵涉性质，甲这个进程台东县政府并无回应。记者综合报道。 过去洪台烧过了后，海边啊会有真侪水稻草，一寡较珍贵的林木菊会定期来保留，其他一个月来让开放个民众去捡。今仔林木菊宣布讲要来放林规定，未来水稻草伫50公斤以下，伫后届洪台来之前哦，民众想要爱，地当去捡。 我的树枝树枯，因为大水冲刷来到下游的河口或者是海岸，过去在水稻查理相关单位主机甲有标受过，才会规定要运走了后，才会当开放民众来捡。林务局决定放宽相关规定，让民众更加方便捡来做茶，或者是做工作的创作。公告减时一个月的这个期间，对他们来说其实是不符需求。我们现在翻转哦，改成是原则。 这个同意例外，这个禁止这样做。扣时间为原来一个月延长到未指定日到后一届洪台建报或者是好好直播为止。规格不管是不是贵点报，目镜比20公分细，长度比2.7米或者是重量2.5公斤以下就开放来扣。我们团体乐见放宽，但认为离部落集体使用的目的顶头应该更加放宽。 不是对个别个人的利益，而是集体部落的发展。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应该不限制于50公斤内，或是长度，或是它的属种的。
局长林华庆表示，这个修订是放宽河口甲海岸来去。若是水老茶出现离国有林地传统领域，当地部落会当分配得到二分之一的水老茶，无受到重量限制。另外，是毋是有山鸟鼠啊、先草树啊，等风太过了后才来去？林务局强调，无可能有人会当精准掌握着水老茶刷动的路径，佮有目的地，这是错误的流传。记者们曾志成台报报道。来看花莲县政府伫市区一挂路口的彩虹灯的边啊，来加电子扛棒，公布一挂旅游的资讯哦。咱做伙来看麦。这是花莲东大门夜市外口是二路口，秀庄大街暗时是上侪游客来消费的所在。暗过除了夜市以外，想要去倒位佚佗，煞无自信。这时阵，当彩虹灯都要注意一下人行护志。小提琴灯箱顶端有一个 LED 灯箱，相关活动资讯拢会显示。平常的都太无趣了，太单调，太单调。那在宣导上，你觉得会有帮助吗？是有的，是有的，嗯。所以你们停红绿灯的时候会去看这个东西？会，因为特别第一次来都会看。官府表示，造型灯箱目前正在市府中央十字路口，搁利用联网及时更新都市文字。这是全国第一摆试办，效果那是未歹，也正在其他十字路口。人潮比较密集的区域，我们大概有装了十处。其实这个呢，其实除了可以提醒民众一些政府的政令的宣导，还有活动的宣传之外，也可以让整个城市周边更有趣味性哦。另外，因为停车位正歹找，管府也伫市区中路口装电子看板，提供停车资讯，驾驶员了解附近是毋是还阁有空位，避免行行停停造成塞车。交通队提醒民众，市区真侪车路目前拢用科技执法，违规停车会收到罚单。记者综合报道。台南有民众哦，停伫路边的轿车受到破坏，大大小小有20多个坑。警方调监视器发现，讲是流浪狗仔造成的。附近民众是真烦恼，讲若是流浪狗仔去攻击伫公园佚佗，还是上下课的小朋友，看是要安怎办？要求市政府得爱想办法来解决。几台轿车的钣金密密麻麻，让这个姓陈的车主真生气，怀疑讲有人偷工破坏伊的车。但是警方调查了后，发现讲根本就无人经过，是民众去调监视器发现讲是流浪狗所造成的。看到大概有8只到10只的狗在咬，那我想说这个如果咬到人的话怎么办？你看那个齿痕都那么深。附近的公园都有人来运动，也有安亲班，当地居民是真烦恼。那你们会担心说，如果在外面走，会啊，我被追过，那边可能会有个2只至3只黑色的。这一些流浪犬、流浪猫的时候，我还是比较建议是采认证制度。台南市东北处研判，这群流浪狗可能是为着要掠米伫车底，猫仔才无注意伤到车。另外，东北处嘛派人来到现场勘查，毛色人仔要掠狗。所以我们会除了加强流浪犬管制之外，也会针对当地的浪猫的问题呢，来一并来做处理。台南市动保处表示，当地并无接到流浪狗甲人家、甲人约的通报，也有暗算要抓狗仔来解决民众的惊吓。另外，民代嘛呼吁讲，除了收容所要增加以外，也要加强对饲流浪狗的人的法律约束。然后嘛，要清点这附近流浪狗的数量等等来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这礼拜特别开幕的台东南回艺术季哦，会展出8件艺术家新的作品，其中有一件是台东女中的学生啊，用45天来完成的。也唔过，才打搬到展览的地点哦，都予游客破坏，予学生啊跟老师是拢真唔甘。我真的看到他彩白色部分，我真的超神奇的，你知道吗？天空这件作品打完成，甲放伫个太麻里花园山区，就去予游客吞打。唔呐，作品打了淡倒去，白色的部分嘛去用打到乌索索。创作人是台东女中的老师和学生，因看到真心疼，就特别点出了。因早水甲女啊来女，为何因开45天用手工编织的作品？因为花了很多时间嘛，去完成一针一线，你这样勾勾勾勾勾，这边都长茧，就是我现在手都还长茧，然后有点脱皮这样子。台东女中的美术老师康旭廷讲：“天空这件这个作品，亲像是用海甲山会对打时间来变化的色彩，因安尼一针啊一线甲编出来的，呈现出山海相夹这款大自然的艺术。然后为中这个圆块来看，时间亲像一块镜。”不过游客要是无管太过是白啊，安尼个搭入去，老师甲学生过来示范，讲坐伫个艺术品的边啊，这是上好的欣赏方式。
那如果你想要跟作品互动，其实你就是在作品的边缘。康旭平老师讲，要翕水相片，其实上水的角度是爱位顶悬甲翕落来，安尼才有法度来到达大自然。嘛，唔忘游客唔通来吞大学生因这么辛苦创作的作品。记者综合报道。来进步今天发表电子核心的电子航行图，表示说因在六月底之前也已经有公布108.86，有超过20,000台的船哦，不使用也已经创造1,200,000的收入。模拟出入高雄港的实际影像，除了使用操控盘来控制，加上倒手柄的电子航行图来整合船只的方向和它的位置，安会当让这个航行的过程，甲较早干那会当伫图纸顶端来照做，并加更加安全。一直到今年的六月底，内政部已经来发行108电子航行图，提供超过20,000只的船只通使用。目前有108幅。那这几年来，已经有全世界有超过20,000艘的船舶，使用了我们的电子航行图，那一共有1,200,000次，那也因为这样，我们可以获得1,200,000,000的一个贩售的金额。收集这多年来海域的调查成果，并且根据国际标准的规范来编制造成的，有一套所谓航行图，安尼通来辅助航海人员的航务计划，也就是讲会当把这个海域掌握甲更加透底，包含这个管理，啊，佮有智慧安全航行、海上气象的模拟，啊，佮有海难事故的搜救调查，这些层面拢会当做甲真好势。我们内政部所发行的电子航行图为基础，我们才能够有效地掌握周边海域船舶的动态，来发挥我们监控、预警，然后通报应变的功能。中共的军机军舰一直来扰乱咱台湾，电子航行图是有来帮助这个交通海域的地步地形。内政部表示，包含交通部、航港局、运安会、国防部这些单位，拢会使用相关的资料。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健康署自1807年12月底开始推广国中的查某学生来注HPV 疫苗，预防子宫肺感冒。大概有超过80%学生拢有注，有副作用的比例只有0.7%。医师嘛，呼吁讲，愈早注预防的效果会愈好。目前世界上有117个国家甲 HPV 预防下列入国家行计划，咱台湾自1807年年底开始推动国中一年的女学生去做 HPV 预防下，注射率有74.2%，1808年有到87.1%，也那1809年的注射率有达到84.7%。那109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有稍微的下降，除非你有特殊的体质，经过专业的医师评估说不适合施打的话，那么才放弃哈。今年要就国中的女学生，大约90,000人打算九月要开始注射。为了提升注射率，国健署请来妇产科医学会、儿科医学会、甲台湾疫苗推动协会做伙来宣导，针对家长上关心的不良反应。疫苗推动协会强调，全世界报告拢指出，较严重的主体免疫反应，甲注 HPV 预防下时间前后甲早晚有关系，但无一定是有因果的牵连。血小板低下症，各种不同相关的各种的自体免疫的，那目前分析起来都没有相关性，都没有增加。部位红肿的报告其实都很常见，那疼痛那个是没办法避免，因为这个疫苗本身就是跟一般的药物一样。国健署表示，全国1809年拢总注185,000剂 HPV 的预防下，有134件不良反应的通报，占0.7%。上侪就是注射所在红肿、会痛、会头晕、甲头痛。建议也是爱予囡仔注射，但是袂强制，予家长会当自由决定。记者转报道。来看云林的尖山卡社区哦，最近推出一个手露菜计划，把一挂早期经典的菜式搁再做出来，亲像是豆浆菜粿，虽然不是讲是有外澎湃哦，也唔过真有古早味，咱做伙来看卖。云林尖山卡社区里面汇集的槟榔皮主菜，唔是要办桌，是要料理出阿公阿妈以前的好气味，这是社区特别向水保局申请的手露菜计划。每一个里面都要出一出上界怀念的好滋味，要做一道澎湃多情手露菜。因为在农业时代吼，物件就比较少，
啊，应该每一个家庭拢一定有穿有菜瓜，啊，过来就是稻签，因稻签的时阵吼，伊就是吼较干的物件，伊较袂死咸，所以阮就是用菜瓜含稻签煮做伙。这是我们农业时代的时候吼，像我这个年代吼的人吼，应该每个人吼都有的回忆。为着这届料理社区每一个里面拢爱先上课，而各处的菜汁甲精华台选，和每一出菜背后拢有一段感动的记忆。好食的料理，搁加尖沙卡时代故事，嘛，让这道菜食起来充满人情味。先啊，我会怀念一阵，有一届，我若无爽快，若较发烧的时阵吼，妈妈就特别吼去煮吼豆签菜粿烧烧啊，啊给我食，所以我就感谢我的妈妈，所以我才想着要煮一个一种菜粿豆签。哦，啊，咱甲咱心目中上难忘的一道菜，拢甲讲出来啊。啊，咱今仔日就是甲咱讲出来迄道菜，甲煮出来。后摆吼，咱老游客来是用套餐式的方式。啊，每一道的套餐是咱社区每一道菜拢有故事，拢煮这细汉囡仔到今嘛，咱非常难忘的一道菜。咱用套餐的方式甲伊煮出来。尖沙卡社区表示，即个所煮的料理，唔那是上课成果，未来嘛要规划社区观光甲体验，期待后来尖沙卡佚佗的民众，拢会当了解当地故事，食到在地特别的好口味。记者怎啊报道？另外，台湾管理处最近甲在地旅馆各本土的原住民，伫八月份的拜六礼拜，做回来举办部落体验的活动，昨日来做导览，讲部落的故事，各一挂动手做手工的活动，要让游客用台湾的方式来体验部落的文化。另外，台湾好山好水，吸引侪侪游客去旅游。观光局特别设计部落体验游艇，和当地业者，还有部落族的原住民合作，由部落的族人做导游，带领游客用听、看、听、摸的来认识因的文化。那四个主题呢，分别是来听巨人说故事，带领大家到体验手作 DIY， 还有达玛兰文化艺术团的歌舞表演，还有来听猎人说故事，体验布农族的猎人文化，走七彩吊桥。来听苦茶说故事，体验友善环境，还有蔬食料理。那最后一个呢，是来听马告说故事，来体验马告的香氛文化，还有做手做的香氛 DIY。昨天讲出的乐坛和原住民的历史故事，也安排下镇、加吊桥、各级做棚水等活动，让游客有丰富多元的体验。每一个游程大概都是三个小时左右，所以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行程来做弹性的搭配使用。观光局希望绿瓦潭的自然生态，佮加上布农族的文化特色，会当提供游客无同款的深度旅游体验，带动观光。记者综合报道。英国为了要改善气候变迁，造成气候反常，按算在2030年之前要减少一半的碳排，2050年要做到零碳排，一个直接要投入91英镑才做得到。放在米内氢气燃料电池车的车主坎达尔，在英国第二大城伯明翰唯一一个加氢站，4公斤的电箱全部加满，含税要开50英镑。不过，若换做柴油车，即马一般要开100英镑。在罗西亚甲乌克兰战争开战，燃料汽油价钱大起的时代，就算环保零碳排的想轻零，价钱是真有优势。不过，英国差不多敢那有12个加氢站。坎达尔甲因查某囝米凯拉，在26年前成立加德兰。是专门生产氢气燃料电池车所使用的小型燃料电池，是英国资格上流的燃料电池制造商。因在伯明翰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当地做测试，要来取代柴油发电机的固态氧化物燃料电池。在边啊，刚刚的执行长米凯拉，因为氢气的用载量会增加，不过这需要时间。We can use them better with our technology, more efficiently. You get more power, less carbon, and no air pollution.英国当局估计，要投资90亿英镑，才会当获得绿色氢能，成为英国绿色未来的底子，达成在这个世纪净零排放的目标。伯明翰2023年增设120只氢气巴士了后，未来这几年来会设立10个加氢站，其他城市亲像是苏格兰的阿伯丁，也向同样的方向来发展。公司新闻王惠文编译。来看英国最近举办一场水底游泳池的比赛哦，在游泳池畅水行棋，那比头脑哦，嘛比声较高劲快，最后是一位波兰的选手摕到冠军。在游水池边行棋并无困难，不过若要在水底行棋，迄就无同款啊。伦敦顶一日举办世界水底游泳锦标赛，参赛者都要劲快畅落水底行棋，应用增加重量，甲像吸铁的棋盘甲棋子。
考验的不只是机械而已，还要比金开自己的水中的适应力。I thought it would be a breeze, but it definitely isn't. You know, trying to see the pieces, keep yourself down there is a lot more difficult. 比赛规则，只要其中一边行一步棋了后，浮出来水面在喘气的时阵，对方都要随插落水底行后一步棋。所以掌握节奏，嘛是赢这盘棋的关键之一。比完四轮，拢总用四点钟，袂输是一场水底马拉松。So one thing you don't realise is the pool is really cold, and spending a lot of time underwater hurts your oxygen intake, and so it becomes harder and harder to find good moves as the game goes on. Really, yeah. 这场比赛吸引十个选手来参与，每手是由今年33岁为波兰来选手摕到冠军。In my opinion, however, opinions are very split. I think that 60% is chess and 40% is like other skills, swimming, keeping your body over control, and then the pressure and your breath. 波兰的选手讲，伊会赢的秘诀之一，是因为伊用规个人泡落水底这种方式伫个行棋，甲其他的选手徛伫旁边，敢若甲头插落水底方式无同款。这个结合体力甲技艺的挑战，嘛，让这个比赛变甲搁较精彩。记者综合报道。下晡的天气，咱来看天气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9度，上高35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高33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高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高33度。华东地区上低29度，上高33度。再来看未来三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的公司台语台下播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播3点，咱再会。Thank you.